晚周事件导致华为四面楚歌。日本政府日前正式宣布禁用华为产品，理由是发现华为产品内有间谍晶圆，威胁到日本国家安全。此前，华为网络设备也被指留有后门，令中共军方可以随时存取任何资料，备受海内外质疑。日本共同社十二月十日称，日本三大电信运营商将放弃使用中国华为。 和中兴通讯现有的和即将推出的五代五 G 设备，中共对此表示不满。不过，日本方面称做出此决定是因为已找到确凿证据。日本富士电视台十二月十一日报道称，日本执政的自民党的有关人士表示，在实际拆解华为设备后，确实发现了硬体中不必要的元器件、间谍晶圆。这一问题引发日本政府的极大关注。报道称。 日本政府最终认同了美国政府的呼吁，禁止使用华为、中兴等中国通信企业的设备。日本政府认为，在选用通信设备时，安全保障必须置于第一位。而华为、中兴等中国公司的产品，显然在安全上无法达到要求，且威胁到日本国家安全。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还指出，华为等中国通信设备的使用，招致黑客攻击的可能性会大幅提高。 日本在这方面必须严加防范。俄罗斯最近也透过媒体放出信息，表示将从严规定对华为与中兴设备的进口。目前，华为正遭到国际社会的围堵封杀，美国、澳洲、新西兰、德国、英国等国家已先后宣布禁用华为 5G 网络设施。事实上，这并不是华为第一次被质疑存在安全隐患问题。今年七月十九日。 英国情报机构英国政府通讯总部 （GCHQ） 签署了一份报告，报道发现华为公司的工程流程存在缺陷，留有后门，可能导致英国通讯网络出现安全问题。英国当局还首次调降华为的安全评比。华为是英国的宽频设备和行动网络的主要供应商，这意味着英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可能也都是使用华为的产品。英国官员表示。 他们发现，华为不仅用技术性方式限制安全研究人员检查产品城市码，而且使用的外部供应商零部件安全性也存在疑虑。美国知名的 Defcon 黑客大会指出，华为公司生产的路由器有明显安全漏洞，这些预留了后门的设备令中共军方可以随时存取任何资料。前五角大楼高级公测分析师 F. Michael m o l u f 认为。 中共是透过华为及中兴两家电讯供应商去制造后门，为世界各地电讯商安装不同电讯设备的同时，亦安装了后门设计，好让中共能够监控得到各式各样的资讯，并有机会修改甚至破坏原有内容。目前全世界有一百四十五个国家及四十五间最大规模的电讯商使用华为及中兴的电讯设备，中共透过这些电讯设备。 企图拥有监控全世界大部分网络的能力。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情报显示，华为就是类似俄国特格国 k g b 式的情报部门，并表示该公司收到中共提供的2.5亿美元经费。美国中央情报局旗下的开源中心 （Open Source Center, OSC）2016 年的一份报道称，华为公司董事长孙亚芳在加入公司之前为中共的国家安全部。 MSS 的通讯部门工作。这份报道披露了其与中共情报部门的关系。不仅是华为、中兴等中国产品被只有后门，许多在大陆代工的科技产品也被指在生产过程中加入了间谍晶圆。十月四日，彭博旗下商业周刊《Loomberg Business Week》发布消息称，据十几位不具名的美国情报界和科技界人士透露，二零一五年。 美国超微硬体公司 （Supermicro） 的供应系统遭到中共军方黑客攻击，他们生产的设备被植入了微型间谍晶圆。一位美国官员称，黑客的目标是挖掘敏感的公司交易机密以及政府承包商电脑网络所储存的国家安全资料。在苹果和亚马逊的一些主板中都发现被植入了间谍晶圆。被波及的媒体有近三十家。 台币左右，大概跟台积电的三千亿差一点点，是几亿人民币嘛，六千多亿人民币。所以你如果用获利去看它的市值，其实大概比台积电小一点点。对，啊、哦，所以，所以你看啊，其实它也是大陆最大的科技公司了。但是这些东西我们还没有算它的手机哦，哦，它现在手机也是非常进步哦。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华为今年在 MWC。 他跟中兴是最大的两个赞助商，剩下的都是哦媒体，所以呢，今年美国一棒打下去，ETE 就瓦解了。我现在在报名二零一九的 MWC，就发现 ETE 已经在赞助厂商里面消失了。但是新增加出来的是什么？新增加出来的叫做沙地阿拉伯电信。電信那川普讲了一句话，非常的传神。 他说：“沙地阿拉伯不应该杀他们国国家的记者。”可是，沙地阿拉伯如果不跟美国买一千亿美金的军火，他会去跟苏联、跟中国大陆买。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对沙地阿拉伯好一点。那我们来看一下，沙地阿拉伯在二零一九年，它就变成了 MWC 的第二大赞助厂商。也就是说，华为跟沙地阿拉伯。 现在已经开始进入电信产业。那我们再看一下沙地阿拉伯还投资了什么？他投资的软银的 Vision 就是远景基金。软软银的远景基金呢，是孙正义带头的。孙正义呢，一共募集了九百八十亿美金，其中百分之四十五的钱是来自于沙地阿拉伯。软银电信在十九日正式在美国。 哎，甚至在日本挂牌，挂牌是一千五百块日币，可是呢，当天就跌了十几趴，第二天又下跌，已经跌了两成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华为事件之后，日本马上非常迅速的加入澳洲、纽西兰的行列，他就说，日本也不能采用华为的设备。 可是你看，日本前两大电电信商，这个 NTT DoCoMo，跟 KDDI，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华为设备了，只有 s o b a n k 大量的采用华为的设备，所以你看对 s o b a n k 影响多大？因为日本政府不是叫 s o b a n k 电信不用华为的五 G 设备，他是要求他把现在已经装了四 G 设备都要换掉，所以呢，这也影响到这个软银电信的股价。 那软银、电信跟远景基金，事实上全部都是看中这个五 G 的市场。它呢，软银电信也投资美国的第三大电信商叫 Spring。Spring 呢准备并 T 美国的 T-Mobile。那软银电信呢占有 Spring 八成的股权，所以你看川普一上台，孙正义先生就马上去跟川普合照，说要。 提供五十万个工作机会，因为 s p r i n g 加上不这个 T-Mobile 加起来，美国的用户有一亿人。最近听说快通过了，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对不对？在奥巴马时代，孙正义是在二零一二年就买了 s p r i n g 的，一直瞧不拢，已经经过六年了，为什么最近要通过呢？原来美国政府开出一个条件，就是。 T-Mobile 虽然在美国没有用华为的设备，可是 T-Mobile 在世界各地都用了华为的设备，所以它要现在要一个条件，就是只要 T-Mobile 全世界各地都不用五 G 的设备，华为的五 G 设备，这个合并案就会通过。所以这个完全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那我们再看看 T-Mobile 呢，它有四十二的股份来自德国电信。 所以现在连德国电信也动摇了。大家在新闻媒体上常常看到，美国监听德国总理梅克尔的电话。所以呢，德国大概也是心不甘情不情不愿。你叫我不用华为的设备，可是呢，你也监听我啊，<laughs> 对不对？可是现在在这个状况下，就是为了德国电信，为了顺利把 T Mobile 卖给 Spring，他也要。 采用这个禁止华为设备的这个动作，所以现在可以看到，整个全世界呢，在建造一个五 G 的铁幕来阻挡华为，哦，跟跟以前这个我们讲说共产党是铁幕，刚好是相反。现在整个先进国家呢，要把这个华为这个阻挡的墙，整个把它建造起来。 这个就是这一件事件最终的目的。好，这个哈、哦，五 G 体验公公国哈、哦，公这个你要看到，现在英国、美国、加拿大、纽西兰、澳洲啊，叫五眼联盟啊，诶、哎，大概就加入这个行列了哈、哦。我想在这个事件当中啊，这个跟我们杨瑞云比较有我算过。 他使用华为很便宜的设备，一定可以赚钱，但是台湾的 NCC，说不行，说不行。<laughs> 他说你不能用华为的设备、啊。郭董很生气，所以郭董很生气，<laughs> 但是也是没办法。<laughs> <對>也就是说台湾一样，不管是民进党执政还是国民党执政，通通不能采用这个华为的核心设备。哦，当然台湾是可以用华为的手机，所以你各位可以想想看，像加拿大现在。 也在考，也在伤脑筋啊。他说不用华为的设备，五 G 投资要多十亿美金。哦，那英国更有趣了。英国呢，发出不能使用华为设备的，不是政府单位，哦，它是我们零零七常常看到的那个 m i s, 哦, <S 哦，就是 m i n i t r y Intelligence，<laughs> 就是军事情报局。它 <laughs> 是由军情局提出来说，哎，现在英国电信不准使用华为的设备。 而且这个更厉害、欸，他不是说你不能用五 G 的设备，他是说英国电信现在所使用的四 G 设备，通通不能用华为的。他现在已经有用华为的，通通要换掉。也就是说，现在中国政府在讲说，西方政府说华为有开后门这件事情都没有证据。可是我们知道啊，我们在。 产业界知道啊，IBM 的电脑放在银行里，它有一个什么远端资源哦，当你发生问题的时候，远端就可以进来支援啊，对不对？那这远端资源呢，跟后门其实是一样的哦，那一样啊，Windows 各位在家里用的个人电脑一样，你去看控制台看，它也有远端资源啊。也就是说，每一个电脑其实都有后门。 只是说这个后门怎么用，然后这个后门是不是有交给政府呢？那各位可以看一下，英国政府、日本政府相继的禁止华为设备，也就是说这里面的这个不言而喻，啊、哦、就可以非常的了解，那就会影响到整个全球供应链的大转变。 其实华为现在的营业额已经有一千亿美金了、哦，它每年跟日本采购五千亿日币的零组件，所以一旦这个西方整个联盟起来禁用华为的设备，会造成供应链的大迁移，也会造成大家在投资上面的一个困难。那华为不仅在电信设备强，华为的手机更强啊，华为的手机。 今年元月份不是要在美国 AT&T 卖吗<對>？AT&T 在 c s s 亚纳斯过了二十四小时就说不卖了，啊、美国政府就禁止了。好，那各位看过去的一年来，华为的手机已经打败苹果，已经仅次于三星，它已经是第二名了。嗯、所以呢，川普为什么要出手打华为，阻挡全世界五 G 的速度？你现在大家想想看，高通目前呢？ 跟哎，跟这个 Apple 在做这个专利战，也就是说，高通本来要收 Apple 一只手机三到五趴的这个专利费，那美国的法院将在二零一九年的四月审理。假设高通胜诉，那过了几年之后就会有一个结果：苹果要付单只手机的三到五趴给华为。 因为华为在五 G 有很多专利，所以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说，川普其实已经看得很远，对他已经知道这个状况了哈。哎、现在这当中啊，其实我们杨瑞来补充，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纯粹贸易战，我说那个不是，是经济战、科技战，最后是人类生活制度的选择，所以。 张忠谋在这个礼拜讲，他说贸易战呢、啊，美中对立序曲哈、啊，啊，讲序曲我就就对了哈、哦，对，就是告诉你说，这才刚开始啊，所以 G twenty 的这个现在九十天的协协议啊，大概这是给大家缓缓缓冲一下。那后面还有提到，他说一国两制后面他说五种情况，美国可能放弃香港，这最近美国在思考一个，美国可能开始要重组架构，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样，美国可能退出那这个。 W W T O，然后呢，包括联合国呢，他把民主国家联合国跟共产国家联合国分开啊。这个你看到企业到选边站，这样 Go Pro 开始撤出哈，从中国撤出来。好，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看台湾很多供应链，我们以前跟华为，其实台湾很多供应链被华为打对打死以后呢，後又变成附庸在华为身边了哈。那这个产业现在如果华为这一刀下去。 我相信台湾台场一定会选边站。我们很多企业大佬都说，两只大象打架，台湾不要选边站。我说你最后一定会选边站的了哈，你没有回旋空间了。那台湾的产业链到底会要要要站在什么样的一个一个方向？这个郑清文来告诉大家。好，我想这个问题呢只是大家最关心的。我们看一下，今年其实全世界的股市都下跌，包括美国最后也受伤了。 但是呢，有一类股的股票呢，叫做华为受益股，它是屹立不咬的哦。刚刚我们不是提过吗？像这个这个瑞典的毅力信，对不对？美国的思科，对，芬兰的 Nokia，美国的思科以前都被华为打了趴在地上，现在呢，只要有一个消息，哪一个国家禁用华为，这些还没有拿到订单股票就开始涨了哦。所以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 以前的华为受害股，即将会变成呢华为的受益股，包括台湾的安全监控产业对一样翻身嘛，所以台湾也一样翻身了。<laughs>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想一下，过去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哦，美国呢反托拉斯法对 AT&T 之后，就造福了 Nokia、ok、跟 e d i s o n 对，哦，在第一代跟第二代行动电话的大爆发，也就是说，美国是叫什么 IEEE 标准单位。 欧洲叫做 I M T，A T N T 制裁下去以后，马上这个 I M T 就大发了，欧洲就大发了。所以我们看一下 M W C 现在是在西班牙举办，为什么？因为西班牙的 Telefonica 不是只有西班牙，它还包含中南美洲，所以它人口最多，在那边办最好。为什么？华为的手机，大陆有手机有两个很大的品牌叫什么？叫 OPPO 跟 VIVO。对，各位有没有注意？ 这个都是西班牙文发音的。哦哦哦！哎，他是专门卖西班牙语系的。哦。那接下来美国发现不对了，AT&T 花了二十年，结果又重新组回来一家公司。美国发现，哦，反托拉斯法绝对不能针对我们自己啊，要打到打到自己，对造福别人啊。所以反托拉斯法接下来就针对外国，哦，Microsoft 反托拉斯法有没有事？没事啊。 Google 反多拉斯瓦有没有事？没事啊，而且呢，他还叫 Intel 来弄一个 Y Max，对，Y Max 就是现在的五 G 的频段啊。现在五 G 不是华为第一个频段要坐在三点五 h z 赫兹吗？这个十年前台湾就在弄了，对。所以这个五 G 的高频技术有什么难呢？台湾已经练功练十年了，没有什么难的。对。可是当初呢，没有选 Y Max 的，对，就是。 中磊，对哦，中磊那时候在 y m x 热潮的时候，侯<威>中磊<蕾>因为中磊嘛弄得很惨啊。对，那时候 <laughs> 那时候中磊，中磊最惨，因为都是 y m x 概念股，他<對>没有在里面。结果呢，Intel 没有弄起来，所以呢，现在在 5G 呢，华为就回来纳入这个世界的标准。为什么？他就用西方的方法，对，他就用专利，所以他现在专利是第一名，可是他专利呢？ 就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诺泰 l 的同文，还有这个土耳其的一个 p o l a r c o 的一个教授，他就是用买人的方式，哦，买人的方式比跟跟别的公司买专利便宜很多嘛。所以同样的，他在全世界各地也跟在台湾一样，华为在台湾也有公司啊，但是他不叫华为啊，嗯、对对不对？那就是人猎猎人头公司，他就会来台湾猎人头，把这个重要的人。 拿回去，人拿回去呢，人力就是专利，马上就会变成他们的力量。所以呢，整个战场呢已经被美国破解了。对，美国说好，我晶片不卖给你，这是一招；抓人是一招；<對>再来就是限制人去投靠你，对，也是一招。啊、现在所以就会是半导体。现在就说，你不小心啊，去跑到大陆去上班。 搞不好、啊、你像陈振坤这样求刑十五年啊，这个问题就大了，對,对不对？对，所以他这次福建福建晋华的事件呢，就非常的犀利。他第一件事情是起诉台湾三个联电的前高阶主管，第二件事情他命令这个这个半导体的设备供应商不准装机哎，我东西买了你不准装机哎，對,對,对不对？所以这个他说。 那你东西卖进去，叫他们自己装啊！所以人要撤回来啊。半导体有那么简单吗？<對>如果它制成一百多道，<對>你没有人在那里帮忙他调参数，<對>他根本就装不起来。所以这个其实已经不是贸易战了，已经是进入科技冷戰,战。好，我想。所以这个时候会产生新的供应链，<對>一定会有。 这个受贿的投资标的出来，<好>可能会涨十倍到二十倍。好,好，这个郑庆文今天给大家讲说，会涨十倍二十倍的，大家回去做功课哈，<laughs> 好好去思考一下。这是一个大时代，就是在中美贸易战背后，其实是科技战跟人类价值的战争哈。<对>那大家一定要好好冷眼旁观这一场大戏。那台湾在到底应该站在哪一边？我相信未来我们十年是变化非常巨大的时代。